好，所以这个哈要记住。那么这个就给女儿啊，那这个呢就给她的文昌书房这样子啦。我是会这样做啦，啊，我是会这样做啦。好，不过你就不用管啦，你就这样子住。你要搬了吗？啊，不错，可以不搬的 ，OK， 啊，可以不搬。OK， 那这个朝南 OK 啊，朝南，但是你们是东命啦，啊，朝南，如果可以朝西是最好，啊，所以你太太真的，我觉得你这间家哈，啊，好像是对着你太太来的嘞，啊，刚刚龙总护理爷嘞，你好像啊，你知道，我觉得啦，他这间家老公的位置哈，啊，虽然不是很好，他的客厅不是很好，他全部都像格啊，哇，像像。就越摸，拢袂闪的咧，闪袂到的，所以你要注意他，注意老婆最好的方法，不是买物品，是对他好。啊，每天帮他洗碗、炒菜，啊，他要睡的时候 kiss 他一下，明天又放那个牙膏给他，哇，让他觉得很幸福。啊，这个真的是对老婆是很不好的了。那么你要注意老婆的子宫。还有他的妇女病啊，你要注意。最重要的是，记住东命人不跟西命人讲啊，不跟西命人讲。东命人，你的灶炉朝南，你就要注意忧郁症，这个很灵的啊。所以你的老婆，你要教她注意一下。东命人那个灶位要朝西，朝西是最好啦。啊，很难的，有时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相信真的是命运。朝东啊，朝东看书淡薄了，因为朝东是他的 lucky 位嘛，就比较看书啦，就没有那么好了。白杠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对对，他们卖白杠的，拢卖白杠的，是，啊，白杠放白杠。哎呀，加了，哎，白杠最近生意特别好。哎，我有一个顾客，他给我看那个白杠啊，可以梳头发的，啊。哇，很亮啊！那个不要啊，不要，要蒙的，蒙的啊，哦。然后不用计较啦。他们说这个白杠啊，没有 100% 了 ，OK 啦，白杠就可以了。敢给搞什么？对吗？但是不可以用木，然后油白杠的颜色不可以。朝记住，你是东命，你的煮饭的位置尽量不要在东，尽量不要在东。西命，我们的。灶炉不可以再吸的，但是你是东命就可以，啊，你的太太的南方，啊，是她的贪狼位，也就是说她的比如说一旦动手术什么的话，我们怕的是什么医生，啵啵的那种医生，股票刚刚输很多钱的那个医生啊，我们很怕的，没有医德的，懂吗？所以他动手术什么呢？都一定要选好日子。好，那么男方属丁，所以如果你在这边生儿子，你要特别注意，你的儿子的健康是很差很差的。好，要注意啦。如果生到儿子啦，要注意。他的名字好像叫做你姓什么？梁。你为什么姓梁？梁。对啊。你就叫他的名字叫凉茶，啊，对啊，凉茶，啊，就没做了，没铺做。OK， 嗯，暗吗？你这间？还好，还好，就是暗了。啊，头上暗了。OK， 几楼？13。最高呢？16。啊，那可以，高楼可以。OK， 好，还有什么？周末被赶出来，哎，客房是什么来的啊？这个啊，你是吃的太饱是吗？你朝西做什么？你朝东，你去客房朝东，不要做那种事啊！被赶出来，啊，不是有些男人他们的打鼾声太大。啊，这样子，所以就没办法。刚刚认识不会的，
刚刚认识的话，你是鼓起鼓起，他也接受的。结了婚你就知道了，出去，是吧？啊，不过打鼾可以治的嘞。他们说打鼾啊，我的哥哥的儿子也是打鼾啊，然后他们什么里面啊，哇，我不过抽烟的人治不了啊，他不可以抽烟，就他治你那天你不可以抽烟啦、啊，要忍啦、啊，然后一天二。早一天二，明天早上啊就开始，然后他用那个什么不可以打麻药的放在里面，叽叽叽那种是吧？雷击感，叽叽叽的嘞，哇，很惨的，不可以打麻药的，这样活活的点的，啊，然后过后就一天，第二天就好了，然后睡觉就真的睡觉，打鼾的人是没有睡觉的，在他们的医学上分析呀、啊。是没有睡觉的，你打鼾就是没有睡觉，是太累没有睡觉，脑子还在活，没有打鼾是最好的。好，然后你们不是有买那种咯，粘在这边的对吧？啊，千万不要买，你粘了这边之后啊，你的鼻子很好通啊，它好像红吸有跟我讲通啊，然后一点点灰尘你就哈啾哈啾哈啾，没有抵抗力，而且 delete block nose 啊，你怎么会讲到那边去啊 ，sharing 啊 ，OK， 然后你们的客厅啊，不是你们的厨房啊，不是你们的那个 toilet 一定要放昆凌珠，当然是也是因为我卖昆凌珠，也是要赚一点钱啊，但是昆凌珠的确的啊，就好像我们出国对不对？出国你最好落晒的、泻肚子的、肚子痛的、什么什么这些要带，头晕的、发烧的一定要带，没有用，十多二十块丢掉而已嘛，有用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了。真的是很好，尤其是你们去西藏，啊，去西藏一定要带这些头晕头痛，一定要带的，懂吗？一定要带的，这些药一定要带的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那个收入放了大梁放，等于那个门大门那边需要放那个目的钱吗？不用啊，为什么要放啊？是整条梁吗？所以。哦，你们的门是整条梁吗？这里啊，这里有梁啊。你小小有时候 OK 啦，小小你拍照先。不过你们呢、啊，记住你们的家一定要放在我们的这个客厅的上面，窗口的上面也可以啦。或者他们因为他这个有宝可尼嘛，这个上面你要放那个镇宅地尊，懂吗？镇宅地尊，然后门外面呢就要放那个多卡利，镇宅地尊知道吗？我们每次教你们放的这种，而且放了之后一年后要拿回来。你也可以加持再用，38块加持再用。啊，这个除了赚钱，我们要赚一点钱，每个过年要给花红嘛，要赚一点钱，也是真的有用啦。啊，这个镇宅地尊，那么我们身上带的呢是保身地尊，这个是为什么？好像镇宅地尊、保身地尊是一样的。我们如果说有人犯太岁来你家，你不怕的，因为有些人 stubborn 嘛。What is that? 太岁 I don't care. I never buy. OK, 那他来你家你不可以说 You never buy, you get lost. 不可以嘛。他来你家他不会感染到你。我们在下个月就会把60个太岁全部请来这里。当然会放在那边。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拜。拜你们的太岁，我们会叫打电话给他。Hello, 你是关87年啊。87 under your platoon, right? Hey, this guy is 假烂了，犯太岁啊。Help, help 啊。OK. 我们帮你。不用钱的。帮你画。画了之后你过马路就不用看车了。知道料啊。OK。好，还有什么？你要这样咯，如果你要分色啦、要不然坐北朝南通常就是整间 sky blue 就可以了，这很简单的，但是你要把它分开来说呢，你这个房间客房这个房间 sky blue、水啦，水的颜色啊，这里这个呢土的颜色，土克水，你可以用白色也可以，白色也可以，这个房间木的颜色用青色也可以，就是木
好，你这边跟他写一个大大个字木 wood， 这个写 gold water， 啊，这边也可以写 water color water。厨房这边呢，可以写wood， 可以写 wood， 这样子。你的大门不要用 white color 就可以了。我们下个星期还有两个是吗？还有几个？不懂啊。好，有些人等很久的，对不对？下个星期，下个星期还有吗？刚才说那个换血那个偏财位啊，那个四位，嗯，那边是 store room 的门，放些什么呢？你的门在这边啦、啊，那就不可以放东西喽，不可以哦，啊，不能放了。你可以用你自己的，如果你没有你的运气再好了，你认为你的运气好不好？一般就是不错了哈，那你就用你自己的财位了。所以记住，财位尽量不要用自己的，用家的，把家里的财位用到完了之后，啊，可以搬了。不要用自己的，不要用自己的，没有办法才用自己的，他真的是没办法才用自己的。你自己的完了吗？你自己的也在东南呢。孤麦丘比啊，哎呀，都在东南呢。你是得罪了什么？你的祖先有没有拜？有，很讨厌你管呢，很讨厌的哈。这边家啊，老妈，厨房干净吗？干净啊。你的头告诉我你没有煮饭是吗？为什么你干净是很用力的干净啊？有煮饭啦、啊，弄干净干净。好，第一步这个地方。不可以放药，这个地方不可以放米，一步不放药，二步不放米，哈，没有了嘞，你没有位置嘞，哎呀，你赶快啊，坐这边啊，坐这边向这边，哦哦，这厨座好了哈，嗯，好，因为是一个电视控收啊，啊，所以要厨粘在那墙那边，应该怎么办？不是不是。罗盘吗？你啦，你这次你又不讲罗盘，该讲不讲，睡着了，讲罗盘吗？啊，你这个真的是，不变啦，认真讲，不是，不是，他这件这边放罗盘，这边，啊，你这边放罗盘很好，放这边。你可以放那种哦，你放这样小的不好嘞，再大一点没有用嘞，再大一点。但是你买的那些我们没有退回啦，慢慢放啦，啊，你可以在坤位造水啊，啊，坤位，哎呀，厉害啊，在这边放 ，OK， 可以，厉害，啊，坤位，你们记住坤在哪里？西南。西南写下来，西南放水，流向东北。哦，那你的钱啊，不用做工啊，都会有钱。你单姑姑来那有钱，那你可能金孙啊，做东西很顺，很顺的。好像，哎呀，这个 contract 不见掉了，慢慢哦，哎，又回来了，这样子。好像我是做油气的，你不给我油，啊，走了，到时候呢，他会回来。哎呀，早知道给你油啊，什么什么讲啦，他会回客啦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地方啊，龙穴位我们找不到，龙穴位要去看度数才标龙穴，有龙穴位的啊，你不要管龙穴位是什么，我们的沙发有没有看到？我们那个红色沙发那边就是龙穴的位置，你知道多少人我看开门热的时候全部昏晕啊。啊，真的龙穴位啊，你很累的人坐在那边，不要说累啊，就是你坐在那边，你会慢慢的、哦、很舒服，而且坐着不喜欢起来，肚子饿的人，你坐看看，你慢慢不饿，真的，你会慢慢的，哎，不想吃了。龙穴的位置，啊，每个家都有龙穴的位置，但是有些龙穴的位置缺角。我的顾客他的龙穴的位置跟我们一样是放沙发，哇，真很懒惰啊，一直坐在那边的不动的嘞，也不好，不懂。
一定要有度数，因为龙穴它要它准度，然后它的批度很多很多度数，所以才可以。